好，我们今天荒海迷城第六幕，东周前321年，周安王19年，罗侯双死将，得罗侯命，欲将令幽界将再领，即使霍雍立墨家，以机巧之术揽门人众，自稷下，乃知世间古神尚存，并立百家。东周田氏代齐及三代立稷下学宫，稷下学宫无官守，无严则，诸子百家争治乱之事，便苍生天下。唯墨子及康平二者未尝涉言，及至巨子已至蓟门，欲见宫下祭酒。墨家门人于城外，言巨子至，欲见足下。哦，巨子，哼，此时此刻此地来的只怕并非巨子。见过祭酒。常闻门人不得见于齐桓公数载，不知何故，敢请祭酒赐教。放肆！不敢，只为相问，何故吾之门人不得见于齐王，而康平独战国之志？祭酒偏心呢、啊？天子尚存，国之志不过天下之余，尔等之志何故聚于此地？诸子百家，莫举不过百家之一，尔等之志何故得见齐王？常闻康平妖术，异术惑于王，见之于灵之洞，以此为天下虑。好一个康平妖术！尔等罗侯造物，今欲与吾论道。愿与足下曰：以门人论剑，胜令吾之墨门得见齐王。好一个论剑，那便如尔等所愿，论剑。夫常闻弄七剑，叠而越之，五剑常在空中，便是十步一人，千里不留行。请。不过尔尔，既是论数人之剑，便以庄子言相辩，夫为剑者，视之以虚，开之以立，后之以发，先之以制。哦，这边会很难打。哦，一人动一步哦。足下既言庄子，便且以为雷霆之阵，宾服四方，便是诸侯剑，以为如何？好一个诸侯剑！然此言前，说剑亦有曰：上法元天以顺三光，下法方地以顺四时，中和民意以安四乡，无不宾服而听从君命者矣。如此，尔等以为如何？
千万不要有真元啊，讨厌真元。哇、哦，会回血啊！好，我换位置。他那个被动很讨厌哎，气死我了！那个追打的那个能力。既然如此，那便以天子剑相论。请。妾以为当今之事淡于阴阳，万物之序各依其法，天地有形循其规制，如此时亦在此律之内。请。天地规制，不若万物自有其之变，造物自有其之念，念动者不得其之本行，欲其念者方成天子剑。韩国一下攻击力，我靠，完了完了完了，会不会输啊？狙狙，哎，真的狙狙。好，打赢。祭酒，你输了。尔等遇见齐王，便以为此人将从尔等之愿，为尔等寻天地之律。此事不劳祖龙费心，只望足下守约。如此，祭酒之位且让于尔等。只看百家之年存续何许，天下大统之年
尔等之幽篁区木石机关之能，只怕，哼，尔等阴司，真以为不见闻于天下也？这就不劳费心了。天地之大，足下以为我等为何选中其地？定不辱命。为何一直念此边远之地？此地雨开天幕，令尊神降冥界有何干系？你我二人所至冥界，是趁天幕之开。天幕洞开四尊石律，石律之下乃有生死。是。此国内有泰山，据传乃忘川之源，地脉一始，此中或有迹可寻。好，第七幕是剧情。好，我们直接进第七幕。然后这个关卡应该是在位阶40，那应该也是用自己的角色啦。好，然后我们直接看这个剧情哈。等一下，现在没空。你受我天下地脉的所在，要我应承，千年后不得进入秀耀之阵，否则魂灵俱灭。可今日我便能成降耀之仪，构连二界。于天国主，你这所谓的千年之约又有什么意义呢？霍庸，你来了。降耀之仪最后的日耀分动在今日应当就会完成了吧？只需一次降耀之仪，幽界与人世间的通路就将永远打开，届时你与我便算是完成了尊神交予的使命。你还在想那些事吗？已与你说过了，无论如何我们都是不能背叛尊神的。我们只是他手中的人偶，他能创造我们，就能轻易地毁了我们。依照尊神的意志将幽银带回这个世界，是我们无法改变的宿命。我只是不愿这个充满了生机的世界被黑蓝色的幽界所笼罩，再也没有清晨的日出，再也不见灿烂的晚霞，只会像幽界一般，只剩下沉寂的死面而已。冰凌，你怎敢？即使大人，不好了！汉军冲杀进来了。放心吧，我不会忘记自己的身份，不会忘记我是你的剑士。不论你的决定为何，我都会欣然跟随你到最后一刻。好，那我们这边到第八幕的剧情就是幽城幻剑录，第七幕了。第七幕就是幽城幻剑录那个时候的剧情了，在之前都是原创的剧情哈。好，那希望大家会喜欢天气姐手游这边。瀚海迷城霍庸与冰里的游戏剧情的故事啊。好，那这集就到先到这边了。